我爱米姑，真是我爱米姑，不是。好啦，你莫遐激动啦，你安尼米姑的夜艰苦呢。爸，你也较紧叫的，那么米姑应该袂开卡。你是假的啦，你伫想啦，米姑真，有假要白我。我袂去，记着我，记着我，记着我。来啦，来啦。兄弟，你先安静，这是因为米姑心想，做着。 你的米姑挂起来，那是你妈妈，你好像受气了。米姑，咱今日是有这款了，有些团圆，我不爱。 米姑，恁爸爸为着要让你接受更加好的治疗跟照顾，已经离美国找好疗养院，嘛拢甲伊联络好啊，都敢若甲你哦办一个创意的手术尔，命运真正是，你这创治人啊！ 是安怎变阿尼寂寞的？最想别离开我。 我也没逼迫，也没照顾伊，也没会受到亲情的照顾。是安怎你都给他带走了？是安怎？是安怎你给他带走了？好了，你别了，别了啦。走。 姐，我想要看米姑，还是无因为看不到伊啊。好啦，这是米姑头一遍，咱是最后一遍，甲伊过家话谈。伊咱两个即摆的生活无啥，因为甲伊交叉。爸，安尼哦，米姑变不好煮啊。伊若真正爱米姑。 你都要振作起来，赶紧走呀！好啦，你莫安尼伤心，安尼也行袂开卡咧。咱就祝福伊都好无？啊，咱祝福伊啦！米姑啊，想袂到。 就陪到咱爸家结婚，真正到今仔日为止啊！爸，咱卖久的米姑都在家，咱紧请礼仪公司的人处理好不好？来了，进来了。 单说掉了。
本希望你能赶紧对廖乾坤提告。现在怎么样在做？那个造证计划，那不是因为袁素一弟弟出问题去挖到古董？造证计划要哪会化停啦？现在永兴集团所有的资金都卡在那里，若是有什么事较差，是会出现债务危机呢？董事长，廖乾坤这个人真正是不能信任的啦，看他处理家内事就知道，这种人绝对不能跟他合作啊。是啊，他这样听信他的孩子，害我们正人变成这样，根本就是时代不好样啊，时势讨回收啦，无着就无良心哦，才会利用这造证计划来欺骗啊，这么妖小人哦，那绝对要告到底啊。董事长，请你一定要赶紧做出决定，这样把永兴集团保护掉了。好啦，再兴伊会考虑啦。啊，我看时间嘛无早，恁家嘛忝啊，啊无恁就先等去休困，我看今仔日哦，咱就先到这就好啊啦。夫人，你什么意思？是要赶阮走是无？恁敢知影这件代志有偌尔严重无？董事长即摆若是无做出决定，硬要拖到明仔载。上知影明仔载会出什么代志啊？人讲唔惊一万，只惊万一啦。其实我们爸早就投资造证计划，为着要听话，才临时决定甲部分的资金摕来投资光耀汽车。原来阮才是假的，不怪。不管阮安怎条件，安怎甲恁苦劝，恁就是唔肯听。代志唔是恁想安尼，恁莫有白想啊，是因为阮爸另外一个后生咪姑意外过身啊。咪姑，敢会是李少爷？这件代志才拄发生，阮大家拢足悲伤的，所以拄才阮爸讲的话，请你莫藏伫个心内，敢会当等明仔载大家拢冷静下来再搁讲好无？请恁节哀。你嘛忝嘛，来房间休困好不？我坐车请假。好啦，你嘛拢无闲几工啊，先去休困。你爸都买药吼。我来煮面给你吃，嗯。你来找阮，到底是什么目的？当然是要找恁合作啊！哼，我就知嘞。你这老狐狸骨卡说出来啊吼，你得想看看阮是毋是阁有啥物利用价值啊，才会直接咧献殷勤。你嘛用个反倒转来讲啦，你就讲是我希望我会当互恁利用。你阁真敢讲嘞？啊，你家己输甲土土土啊，你阁有啥物通互阮利用？垃圾回收站嘛。敢讲，你有法度会用共斗三工，甲廖乾坤抹倒？这件代志我毋是已经进行一半。造证计划的工地挖着古董，这永兴集团爱倒是早办的代志啦。
这件代志，真正是你做的。啊无咧，你认为哪有可能这么拄好啊？陈忠祥，你真正是有够夭寿的呢！你敢知影你安尼舞落去，会害偌济人死去头路啊？哇，你讲到你真伟大呢！无你即马随去阿罗再样讲，你即马就卡好伊。你甲讲是我做的。你莫叫是讲你迄粒乌心肝咧想啥，我也唔知影。就算讲我去找罗董的头，无凭无据啦。你嘛会用讲，迄句话唔是我讲的啊。哼，安尼罗董的就会对阮爸仔囝歹面相相是无？你是抓准讲爸仔囝作戆的心，会中了你奸计心。听起来恁对罗再兴嘛是有怨言啦，啊是讲这嘛是正常。恁曾恩也搁倒伫个内底啦，到即马状况嘛无加较好。而且这廖建坤嘛无带伊查某囝甲伊客囝来甲恁会识的，恁当然唔感恩。而且我印象中哦，这罗再兴伊是挺廖建坤的啦，啊那这点你应该是更加不满才对。我知影恁即马咧烦恼啥货啊？无唔对，造证计划若是出问题，一定会影响到光耀汽车了。永兴集团即卖已经登势袂过，罗再兴四个去装饰嘛拢装无啊，已经遮尼严重啊！造证计划失败，就等于挖一个真大的钱坑出来。这罗再兴即卖家己排黄金蚊啊，佮有才调替人看风水哦。你认为伊有才调顾到恁光耀汽车遐去啊？慢讲啊啦！无怪。本去找伊讲话时阵，伊安尼要插咱唔插的啊，讲啥物拢听袂入去，啊尾也去甲阮呛住，讲光耀汽车对伊来讲根本就是假的啦。恁敢有想过，要甲光耀汽车搁摕转去恁家己做主啊？若是恁愿意甲我配合，我光耀汽车出一寡状况，把永兴集团拖后倒。安尼，我甲恁保证，以后光耀汽车绝对会重新搁转去恁爸仔囝手里。若是讲恁即马袂高兴，甲我合作嘛是 OK 啦。等到永兴集团哦，我规划拢放弃的时阵啊，咱即马所有讲的优惠的条件就拢无啊。到时恁爸仔囝就会变作双头空，嘛同款什么拢无啊。啊！你安尼讲到嘴甲全破啦！啊！你家黑市头骨毋是共我不甲倒倒去？你是有啥物才调甲永兴集团抹倒？堪讲你已经找到大金主啊！这你免替我烦恼啦！我今日既然刚过来，我自然我也才调。总讲一句啊，永兴集团一定会有人看，会坐去你做主迄个大位，嘛绝对是我。所以。恁爸仔囝是要对罗再兴走落去地狱，还是要对我陈忠祥爬去你天堂？恁即马家己想好清楚哦。